民航局无人机新法即将上路，最大起飞重量在2公斤以上的无人机必须通过考照才能驾驶无人机执行任务。飞隼学堂即将推出考照培训班，协助机关单位以及法人的无人机飞手考取多旋翼无人机的证照。本影片将会示范数科的考照科目，影片由数十年遥控直升机飞行经验以及多项遥控直升机比赛冠军的职业飞手示范，提醒考照重点，考照全程是以姿态模式飞行。示范一，定点起飞及四面停旋飞行动作。首先定点起飞，并且机头朝向前方停旋5秒钟。再来机头转向右方，同样停旋5秒钟。接下来依序机头向内、向左后不得超过矩形范围定点降落，矩形的范围依测验级别而定。示范二，高度保持五边飞行。飞行动作，首先定点起飞，保持等高等速飞行。航向改变时，准确依照航线前进，也就是转向时机头朝前进方向飞行，保持完整五边航线飞行，最后定点降落。示范三，侧边前进后退，侧面定点起飞，侧面前进5公尺至角锥上方停旋5秒。侧面后退10公尺至角锥上方停旋5秒。侧面前进5公尺回到定点降落。示范四，八字水平绕圆。首先定点起飞，以圆锥为中心，向左或向右绕圆。航向改变时，准确操作遥控器，维持等高等速飞行。最后回到定点降落。影片示范至此，需要考照的单位欢迎与飞隼科技联系。